我即马要宣导你的权利，你当保持沉默。陈述时，嘛无必要违背你家己的意思。你当选择任何辩护人，买当调查任何对你有利的证据。卡叔讲，你有低收入户、中低收入户，还是原住民的身份，买当请求法服协助。我来讲，你够清楚。 我拢了解啊，王小姐因囝张家权已经过身啊，可能是痛失爱子，才有偏差的行为。你讲啥？全全已经过身啊？是。你有病狗，无可能！全全哪有可能过身啊？我有听到伊大钢琴，我阁有看到伊啊。 拄则要离开进前哦，我阁有听到伊叫妈妈，伊无死，伊无可能有代志，你莫白讲好不好？王亚芳，请你较冷静一下。我问你，是不是因为你受过思念你后生，才会做出这款伤害人的代志啊？我是就想全全无唔对，我唔过我无伤害别人。我想要踮伫个家，我要去找全全，我即马就要出去啊。 亚芳姐，你较冷静好吧？你给我放开啦！亚芳姐，张家庭还袂结束，你袂用出去啦。啥都袂用诶！哎呦，亚芳哥大声声，伊真事，敢会阁无法度控制啦？较冷静个啦，那安尼，亲妈，敢不知讲即摆伫个开侦查庭嘛，咱袂当入去啊。对啦，啊，承认即摆伫个内底，承认都处理，就交处理就好啊啦，哈。伊讲全全是啊。 啊！不过全全无代志啊，我要去找全全，我要证明伊大家拢唔对，甲放开，甲放掉，我要去找全全啊！全全要跟我话咧啊！我看到伊的棒球啊！亚芳姐，你较冷静诶，你较冷静听我讲好不好？等检查官问煞，咱就会当离开啊！你看，这啥？今仔棒球世界经典赛已经开始啊，全全也嘛咧封棒球，叫我陪伊做伙耍啊！ 这是少峰给我的，伊讲要甲全全做伙耍。是啊，啊，不过你先坐落来，才会当耍啊。听我的话，先坐落来。杜承恩，你为着让王亚芳莫让人起诉，你是挑工咧打北京牌？ 因囝死啊，真心出状况，是真可能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这袂用当作脱罪借口。我跟你讲，小小宝代志，你想怎？你想怎你就怎。我讲不起来。你较冷静。我来干嘛？你妈，你那袂用你理他。你较冷静啊，亚芳。你哪个冷静啊？亚芳。你妈，你亚芳。 全全，全全，唔要狂话哦，够有写哩，够有画图，够有加油呢。姐姐，啊啊啊！加油！美丽。